这青曼，这只是为倒位来啊？嗯，妈，妈偷来。妈，你，哎，对对对，林子深啊，你不要讲讲玩笑，我讲我这是，人我这是道义有道。嗯，嘿，子彤啊，你听我讲啊，那就是哦，迄只死路棍啊，伊要进行迄个光电的行李啦。 阿姨看甲伊迄个橘子山迄片土地，啊，毋过一直讲袂落来，毋过伊即马看到你出代志啊，伊就想讲阿嬷一定会想要赶紧甲迄个土地卖掉，换现金来救你，所以伊昨哦，就提出这一千万，叫许世伟去找一个人头做买主。阿姨想尽办法摕到这张支票，就变卖主啊。啊，毋过迄是林家祖传的土地呢？ 刚刚用一千万都卖掉啊！我迄地拢想要报喜不报忧，结果煞互大家烦恼啊！你莫安尼想啦，阿嬷有讲过啊，若是要收着这祖传的土地，不如互子孙减轻一寡负担。妹妹啊，爸，莫我甲你讲，咱的祖先留土地、留财产，就是要留互子孙用的，莫想遮尔济。 阿姆哥嘛，杜光亮、易雄拢足粗残的，出手嘛足凶的呢。伫安尼做，敢真正无问题？放心啦，我是用恁哥哥的名义去买的啦。就算迄只死道棍仔知影，伊嘛唔敢废话啦。你是讲？嘛是讲，这土地哦，即嘛伫我手头。就算讲杜光亮人家要死，那就无法。来讲。 为道君阿的身躯顶哦，摕一千万哦，我阁嫌少啦。当初都是伊用傲步偷摕林家的钱，才甲金英伊妹妹落来的呢。我安尼做，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尔嘞。妹妹啊，阿妈话，安心收落来，好好度过这个难关，我爸甲阿妈才得安心。 对啦对啦，你听话啦，妈妈阁想要看到你用童之心，甲金英伊妹过去的光阴，找倒转来。嗯，多谢你。那安尼，我即马就去赶3:30把机票寄入去。去。 汤的汤啊，确实有问题。真正有病死死啊的残留。所以，伊的尿血红真正有问题啊！我早就知影，迄个钱啊，怎我唔打你信任啦？乌龟温子彤，白白落为五年的青春，无名无分，对着伊食苦。啊，这之间可能有啥物误会啦？别误会啊，没不能知影。 我即个绝对袂放伊出来啦！队长，不是啊，你若一个一个都用这种表情甲我看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摕去遮讲创业汤啊，互头家找出来。昨下生意交完的时阵，将头汤换去，啊，不过好佳哉，爆出人群众，甲弹掉的汤啊捡到转来，佮摕去检查。 结果内底确实有病死死安的残留，廖凯宏，我即个解释。我真正有问题哦，所以才会有人一直出招，想要暗卡。 所以咧，恁即马就因为这份报告，就怀疑我动脚手。你想卖这样有情绪，我嘛无讲我一定都是你做的，啊，不过这就代表你有代志，我麻烦。凯宏。
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跟我说？丹青，我哪有可能把事情瞒大家啦？你不能因为恁水盐水汤有问题，就把原料调派的事情落来我头壳顶啊！我真正足冤枉的呢。你冤枉？阮梓潼这么欠债，怎有可能把我抓去关呢？是谁在冤枉啊？妈，梓潼拄到这款代志，我嘛足心痛的。但是你袂当安尼啊，看到乌影就开枪。那安尼你把代志讲好清楚，是安那物件到你的手头就出问题啊？妈，应该讲的我拢讲过啊。我是呢，最近我咧拼事业，当咧抢我的事业，我对梓潼淡薄仔疏忽。恁可能因为安尼对我无啥满意，这我会当理解。但是你袂当安尼，把咱受罪拢抛给我，安尼敢袂当解决问题？廖凯华，原料是伫你的手头，互人调包的呢。卡叔，是你直接把原料送去加工厂的，那安尼，你就是上大嫌疑犯。啊，那无，就是你把原料送去加工厂的路。你唔知影我去倒位，唔敢予人知影。为着要证明你的清白，阮今嘛，予你机会，予你解释予清楚，这敢有过分？你讲啊你！子晨，你原来有派人去军中加工厂的头家，遐个人拢有亲目睭看着，加工厂的头家在个空档，去予调包去，伊嘛是直接去见人数啊。是安怎过有人调包？那是因为路灵又落车买饮料。对啊，安尼就对啊。我无可能调往去加油，或者是去便利商店买饮料啊。是安怎伊就有人调包，我就袂拄着。啊呢？是安怎一开始你无爱讲好清楚？你是一直假死死的，你讲原料是你直接送去加工厂的呢？李子正，你替我手机有什么送啥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，怎个？恁真正把我们凯宏当作贼啊？你，拄啊好就好啦，迄手机已经扛落来啦。爸，你着子正看一下啦，若是会当证明凯宏的清白，你嘛真好啊。廖凯宏，你讲迄天直接搞完了，就去加工厂，有去别个所在？我讲无就是无，恁到底要我讲几届啊？那安尼，就是你咧讲白贼。大王记录讲的是闹实话，定位真清楚。你去加工厂进前，有去温泉饭店，然后改水，啊？温泉饭店哦，你想要我直接去黄泉饭店哈？廖凯宏，你竟然在恁老爸面头前讲白贼，搁讲啊这尼啊红声！我跟你讲，梓潼早就跟我讲过了，迄个吴莹莹去杀着你啦！我看你根本就是趁这个机会在外口偷吃。你讲吴莹莹跟凯宏？妈，我知影你唔甘自嘲，但是你真正袂当安尼侮辱我恁家。我真正才就爸所讲的，无名无利咧拼事业。我只是趁我放假的时阵去浸一下温泉，这有啥物唔对？廖凯宏，你到底是讲啥？温泉饭店跟加工厂根本就无顺路，佮想要咬？那就是客户送的温泉券啊！我趁我家己放假的时阵，去浸一下温泉，小休困一下，再安全上路。这跟我什么问题？我今摆是安怎？恁大家搞我当作是十恶不赦大坏蛋，或者是我怒犯天条性？那恁想哪？恁一开始无爱老实讲呢，让人脏掉才要讲，恁这根本就是造贼心虚。
宋林鸿啊，我的老爸呢？我即马搁在现场，你讲话敢不当卖啊歹听？廖乾坤，进前阮子申请青年创业贷款的时阵，你替伊做保，我真正足感恩。啊，不过，你跟我嫁是未来的子嗣，这是两回事啊。阮子桐还袂嫁入去恁家的大门呢，恁后生就对恁子桐安尼，让阮子桐这尔啊委屈，那恁阮子桐以后是要安怎？所以今日我一定要把代志问好清楚。廖海鸥，你讲好清楚，讲。妈，恁一开始就跟我比，袂输我真正有做啥共款？敢讲我拢袂着急，我袂掠狂，我袂着急到。袂记你一挂代志，而且早讲慢讲，敢有啥物差别？非得唔讲我安怎解释，你拢唔相信嘛？啊，你何必浪费时间啊？你一开始都无把代志交代好清楚，你根本就是有鬼啊！我知影啦，你即摆呢就是要替子龙抓一个替死鬼嘛？安尼好。我承认啦，我反背自从啦，我丢外国的父母啦，原料桶嘛是我掉包的啦，啊你当然的嘛。不要开吼，较冷静好不？大家只是想要查出原料，想怎用掉包，你敢袂听安尼讲话？就是恁逼我安尼讲的啊，敢不是？不要开吼，阮只问着关键的问题，你都安尼见笑当生气。你这种态度，无让人怀疑才有鬼啊！我无，我啊，我真正哦看袂落啊啦！啊，你若雄雄走来，甲阮开门东门西啦，都敢因为一个导航记录，啊，袂输甲铁证如山嘞！来来来，我问你，阮开雄啥着要去害恁子彤啊？伊害子彤，你害着我呢？甲我讲死哦！我嘛唔相信讲哦，阮开雄做种代志。廖乾坤啊，天会落雨，人的心是会变的。啊，你袂用安尼讲话啊！讲一个囝生一个囝。啊，好啦，即摆够强啦！行车记录器会当证明阮台湾清白啦。看了我恁老鸡腿变鸭腿啦！廖乾坤啊！阿妈，坐手机。免个钱啊！好，有咱行车记录器的记忆卡，修理好，到时阵是不是讲袂差？廖凯宏，大家就知影。好啦，恁讲的拢有理啦。我真正无得甲恁讲袂起啊！恁若是要查，这尼好恁啦，看恁想要安怎查啦。但是下海啊！我的行车记录器和你上去都会修理，我唔知影。喂，好，多谢。记忆卡修好，安尼上好啊！马上就听证明，阮开放是清白啊！行啦。谁要几碗？